建议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 Z， 带您抽丝剥茧。高雄后火车站旅社浴缸惊见无头女尸，情侣正午来寻欢，苏南拎人头绕跑，断头现场异常干净，刀切痕利落专业，死者胃塞满辣椒，臀部竟遭切走一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来看这起后裔旅社无头命案。